流鼻涕啊，鼻涕王，鼻涕啊，就是李威峰了，对啦。但是不知道这首歌蛮红的，其实算蛮红。这首歌可能男生有配偶像剧。哦，哎，你该不要赌两把，结果输了你就挂了。再赌一次，再赌一次。什么歌？你出题。月朦胧，迎着风，看寂寞的星空。哎，鼻涕王的歌。秋意浓，脸红红。李威峰。你瞬间靠向我。李威峰。Okay。哎，他的歌很少啊。这个男生最近蛮常，对，蛮常出现在节目，最近很红。对，最近有一个很红的，哦，流鼻涕啊，鼻涕王，鼻涕王，就是李威峰了，对啦。但不知道这首歌蛮红的，其实算蛮红。这首歌可能男生有配偶像剧。哦，哎，你该不要赌两把，结果输了你就挂了。再赌一次，再赌一次。什么歌 ？You don't know。输寡多，剩女保镖了。哎，这个 YouTube 也就有1700万的点击，这个有时候蛮红的，这种。哦，来唱台 You Don't Know， 好不好？来。我多么爱你的心 ，You Don't Know， 你不必担心我会 lose control， 爱情也许脆弱，但没人愿意错过。请大心幸福会成功。哦，哎，他蛮会唱的。他是歌手出身，只是后来歪掉，对，他吸回去。我们看了很多歌手的一个历程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条件很好的，身高也够，对啊，很帅。然后也灯会身高也够，然后身高也够，他也帅，对。他灯会就不行。哎哎，人家也很，我已经刘德华，我已经输了，你太落伍了。他有入围金马奖啊，脸输了 ，Facebook 脸输。没有没有，那你看条件各方面不错，也蛮能唱的。是，但是为什么那么晚才有这个机会？结果他现在变成什么，在中国到了杭州的直播小天王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哦，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很重要。真的，好吧，好，好，我们赶快录一录，我等一下要去直播。直播，主业一直斜杠，一直斜杠。现在等于1:1了，1:1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刺激啊刺激，通通是那个吴佑熙干出来的好事哈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，注音题，又来了，啊，这是我唯一会的，哇 ，Super Star S H E 的啊 ，Super Star， 恭喜你，时间，你是为什么？进题。